大家好，今天是4月6号騙徒的是行动未息，所以防騙的片段还是要出的，大家请留意，不要被人骗。如有怀疑请电18222。今天大市呢基本上是以跌为主，升的板块只得医疗保健、电器、消闲电子产品、地产和交通设施。咁对于呢个系地产方面嚟讲呢，其实喺呢个上一日呢都已经见得到地产呢系继续系会升嘅。